当前，暴恐事件多发于公共空间，反恐形势极为复杂。制敌但不毙命的少林棍法，如今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。一到葫芦岛，梁继红就带领特警队员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。啊！马步，敌人这个动作叫左右敲打。一，马步，马步。二，三步。盖顶。弹腿。突木。动手在腰间。对。刚才我看很有气势，但是马步弓步要做好。再来一遍，注意，预备，哈！一个动作发枪，咔，一，哈，二，哈，三。少林功夫在这个现代社会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，确实感到很高兴。能做这一份工作，我感觉到一是荣幸，二是高兴。